肋骨骨折的治疗呢，普遍来讲呢，肋骨骨折一般没有造成其他周围脏器的损伤，以及没有成连夹胸的时候，肋骨骨折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保守治疗。如何保守治疗呢？当然呢，一种呢就是贴膏药，就是通过药物的吸收让它自己长上；另一种呢，骨折的断端并且带有尖利的锋利的刺，而且呢给患者造成疼痛比较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肋骨板。就是外固定板，给它贴在表面皮肤上，以减缓它疼痛，减缓它局部的运动。当然呢，如果出现连夹胸或者多发一根肋骨的多段骨折，它导致一些反常呼吸，那么呢，我们也可以呢进行手术治疗。手术治疗的时候呢，当然呢，我们俗称那个就是肋骨爪，然后呢是一像一个钉扣一样，把肋骨的两的就是折的两端呢给它固定上，固定上之后呢，然后把皮肤缝合，这样的话呢。就是肋骨骨折的患者呢，就能够完全的自主运动了。